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缺啊。今天官方把迷你约瑟夫的模型视频给发布了出来，那么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首先是等待界面的一个展示，这个嘛，感觉是不是好像小了一点点？接着是游戏局内展示。这个如果和迷你苏珊比较的话，感觉确实动作会少了很多。最后我们认真看一下展示页吧，从展示页看还是挺可爱的，并且身上一直飘落的卡牌的特效，整体造型的话是一个典型的约瑟夫 Q 版模型了。看完后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？不过你以为除了迷你约瑟夫之外就没有了吗？大家看这里，迷你蜘蛛也出现了哟。其实没想到的是，迷你蜘蛛居然是一条鹿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